心轻轻轻，是你的模样，你的光亮让我停止流浪，放掉忘掉所有的过往，我们只是爱的疯狂。在我心轻轻轻，是你的唇印，意乱情迷我没有主张，心悄悄悄，是他的名字，你的心慌和我的忧楼上，爱过恋过都变成轻狂，我只是用爱在说谎。在我心悄悄悄，收拾起行囊，告别你我心中的地方，我这边也有半包，再见，笑了。吃啊，吃，吃。谁叫你们这样吃啊？准包吃下去。准包，吃不吃啊？就，快点！我吃不下去。好了。快走了，妈，原来你是女流氓出身，你是大姐头啊？谁是女流氓出身，谁是大姐头啊？你刚刚不是说你十二岁就离家出走，十九岁就当大姐头的吗？盖的。盖的。可是你刚刚不是说什么欧高啦，什么什么都是你的小兄弟，那些名字也都是编的啦，根本就没有那些人啦，全部都是盖的。不是盖的？哎，那万一刚刚被他们拆穿的话？不可能嘛，那个大流氓根本看不上我们这家小店，刚才进来那两个要不就是小混混，要不然呢就是那个房屋中介公司派来的，随便唬一唬就把他唬住了啦，想拆穿啦没有那么简单的。那你好棒，你真有一套哎！我要是没有一套，我还在社会上混呢。嗨，我帮的好。不好，你这个臭小子啊，你又来讨打是不是啊？好妈妈，如果你真的要打我的话，我就绝对不会反抗的。可就怕你打了以后后悔喽。我会后悔，我后悔什么？好妈妈，你大女儿自在是不是又离家出走了？啊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不但知道他离家出走，而且我还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呢。啊，他在哪里？他在……你刚刚不是要打我吗？打！你长得那么高，至于怎么舍得打你的？以前呐、都是误会的，你哦大人大量啊。我现在变大人是不是？哎呀，这当然是大人了、你看我跟你站在一起，你就是大人，我就是小人嘛。自在在哪里？自在。我姐姐呢？她在哪里？本来这个我不告诉你，就是看她面子帮你一次嘛。谢谢。不要谢，我是有条件的啊。你弟有什么条件呢、我要跟她说一句悄悄话。你要跟她说悄悄话？你不行是不是？我走了。行，请坐啊。你不可以听啊！你要退后两步去，退后两步。对，退后两步。好了，我说完了。那个自在呀、就我刚刚说那句话，会有点口渴，我想喝点东西。口渴。自由啊，那个咖啡拿一杯来。谢谢啊。自在。我还没有喝呢。对，等一下再蹬两罐走。好爽，送的货。这个自在呢，被毕成哥接回家了，他现在住在我们家里面啊。
在被毕成功接走了，在毕成功家里面。赶快打电话。哦，他刚才是跟你说什么？没有啊，他说你。你还想骗我？我明明看到他跟你说的呀。那我没有骗你，他真什么都没有说。嘿，我明明看到他跟你说话的时候嘴巴张那么大，都可以塞进这样拖拉骨。他是不是跟你约会？你不愿意告诉我？那我没有说谎嘛？你怎么这么不相信我？我就是因为相信你姐姐，结果她现在变成未婚妈妈了。他真的都没有讲吗？没有就好了。这个小子如果敢骗我，我就扒掉你一层皮。等一下，进来一下。来呀，后天有十部车要进来，你要注意一下。哦，十部啊。哦，对，外面有个大客户。成功啊。招呼一下。好。是我啦。九点多了。还在睡呀、啊？嗯，真好。你今天不用上班吗？在外找的啊。好 我找你是有点事了，今晚上有没有空？好啊，那我六点下班，我等你啊。OK， 好，拜拜。哎，我夏副总。哎，好妈妈。哎呀，听到您金口发出的金声玉振，我真是三生有幸啊！哎，哦，哎，是，您吩咐，您吩咐。啊，毕成功他没来。啊，我要陪你女儿。什么？他的电话？啊，有，我给您，哎，我马上给您。妈早，太阳都晒到屁股了还早，还在睡啊？对不起，昨天晚上睡得比较晚，所以今天起来的比较晚。昨晚睡得比较晚，为什么啊？因为昨天我做运动做得比较晚。哦，做什么运动啊？我做伏地挺身。一个人做的啊？对啊，好妈妈，你做伏地挺身两人做啊？我。你一个人啊，当然是一个人做的。哎，毕成功啊，我有事找你啊，你还没有吃早餐吧？我还没起床，当然还没有了。好的啊，那我请你啦，早餐中餐一起吃，在神灯西餐厅，20分钟之内你来准时跟我报到。喂，好吧，毕成功，我们见面也不止一次了，我一直认为你这个人外表忠厚老实，想不到你内心奸诈如虎。我奸诈如虎？你跟住在都一再强调你们两个只是普通朋友，没有什么，但是他才回家一天就离家出走了，而且还是被你接走的。你说你这个人难道不是外表忠厚老实，内心奸诈如虎吗？啊啊！哎呦，好妈妈，你又误会了。我又误会了，姓毕的呀，每次你们都说我误会了，可是每次我误会的事情通通都变成真实的了。我问你，你跟我老实说，你现在是不是跟志在两个在同居？是啊。啊？哎，不，不是同居，是同住一个屋檐下。同在一个屋檐下就叫做同居？你不要以为你们年纪轻了啊，就拿这种新的名词来骗我。哈，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不叫做同居，那男女睡在同一个房间也不表示同床喽？对啊，那不一定啊，可能一个睡床上，一个睡床下。是啊，可能一个睡在床上，一个睡在床下。嗯，但是也有可能在半夜的时候啊，床上的就溜到床下来了，床下的就爬到床上去了。那也有可能啊。啊，那绝对不会是我。哎，是不可能的。我们家世代书香门第，礼教最严，我不会做越礼的事情。哼，你说不是你，我说就是你。要不是你的话，自在怎么会有小孩的？好妈妈，我跟你说好多次了。好在孩子的爸爸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你。嗯，不是你，你为什么要接志在回家？不是因为旧情复燃的话，你为什么又要收留他？男子汉大丈夫嘛，敢做就要敢当嘛，更何况这又不是什么坏事，我也不可能到法院去告你啊。哎呦，真的不是我啊，好妈妈。好在这样找到个职业，可是没有房子住啊，他又不愿意回家去住，我看他一个人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征求他同意之后呢，就暂时在我家住下，
找到房子之后，他马上就会搬走的。他一个人？一个人呢？就他一个人呢？那孩子呢？哦，好在给他放到托婴中心了，他在托婴中心。哪一家托婴中心啊？他没说，我也不知道。好妈妈，我给你保证，我跟郝小姐是清清白白的。我了解做父母关心子女的心情，可是我不是孩子的爸爸，就不是孩子的爸爸。我要随便承认的话，对孩子原来的爸爸是十分不公平的，对不对？志在汉，你都一再说不是你。好了，就算那天你送他去医院是巧合好了，那为什么他出来找事，怎么也会找到你呢？不是他找到我。是他在河边散心，我开车刚好经过，正好碰到了。这么巧？就是这么巧啊！哎，好妈妈，我真搞不过你。我看我干脆告诉你好了，好的在小孩的爸爸到底是谁啊？你知道？我不但知道，你昨天见过他，他叫郭振强。郭振强，他是干什么的？不太清楚。听好自在说，好像是学音乐的。学音乐的人应该很有气质啊。有气质的人怎么会不要自在呢？啊，我知道，一定是自在不要他。你知道自在为什么不要他吗？我没听好自在谈起过，说不定是郭振强有别的女人呢。他有别的女人？有，我最近碰到他的时候，他就有一个女人呢。啊，下流！他住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我真的不知道。我要找他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一定要找到他。哎，回来，碧仙。哎，林南街郝小姐啊？对呀、啊，她打电话给我说有事要找我。哦，哎，碧仙。哎，这香车美人是我们男人梦寐以求的最高境界，怎么样？想不想达到这个境界啊？想啊，我当然想。啊，你想？哈，碧仙，你想，那就好办，我帮你达到这个境界。真的。哎，碧仙，你那部车也旧了，也该换了吧？换一部车，那你不是有了香车了吗？是啊，香车是有了，可是没有美人还是白搭。难不成你还帮我找美人呢？哦，她不是美人。碧仙，你眼光未免太高了吧？好自在若不算美人，那这世界上哪里还有美人呢？好自在是美人，不过她不是我的美人。哦，老板，下班我先走了。哦，好好好，谢谢谢谢，再见。拜拜拜拜拜拜，上哪去？托婴中心。好，小姐，我是郝自在，我要看我的孩子。哎，他号码几号？035。嗯，没有人呢、啊，你有没有记错号码？是035没错啊。哎，我为什么记错的？是啊，小姐，你要不再查查，有没有搞错、啊？没错，你看是空床啊，这号码没有人啊。没人？那我的孩子呢？你的孩子在。郝小姐，你的孩子你母亲接回去了。我妈接走了。对不起，郝小姐，我忘了告诉值班小姐，你母亲把孩子接走。依照规定，我们是不能让她带走。可是你母亲很坚持，而且写着字据，一切后果她愿意自行负责，所以我们才破这个例。可爱呀、啊，不过啊，一个已经够了，你不要给我也来一个啊！你又说我又不会，很难说。那个叫成龙的呀，油腔滑调的，这种男人呐、啊，最容易让女人上当。想当年你爸爸，他就警告过我，所以啊，你少理他。妈，我去开门。嗯。啊，就在这里啊！妈，你差点把我给急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你也知道急呀、啊。他是我儿子，我当然急啊。哦，他是你儿子，嗯、我只抱走了一天你就着急了。那你是我的女儿，动不动就离家出走，一走走八个月，还一走走两次。那我问你，我急不急啊？妈，小孩子自己不能带，你要托别人带，也要托一个自己最亲近的人嘛。随随便便交给托婴中心，你这个做妈的放心呐、啊，我这个做阿妈的还不放心呢。
不是啊，我只是暂时。暂时也不行啊，孩子现在我给你带，将来大一点再说。只是你要看店啊。我看店带孩子也不妨碍事情啊，你上班总不能带小孩啊。哦，对了，毕先生啊，你帮他找工作找了个什么工作啊？汽车推销员。哦，好，那我订一辆。啊？妈，你不会开车，买什么车啊？我虽然不会开车，我可以请司机啊。妈，你不要担心我啦，我业绩会做得很好，而且我会过得很愉快的。对了，好妈妈，你放心，你女儿她很能干的。嗯，就是因为太能干了，所以什么事情都自己做主。结果呢？好，算了算了，我不讲了，讲多了又嫌我啰嗦。我问你了，你这以后呢是要住在外面还是住在家里呀？我看呐，还是住在外面好了。你住在碧成宫那里呀，我有事找你，我起码还找得到。你要是住在家里呀，万一再给我离家出走啊，我找不到你，我血压都会高起来呀。不过住在外面，我有一个条件啊，你每隔三天呐、啊，要给我打一通电话。好，我一定打。我也不怕你不打，孩子在我这里，你要是不打电话呢，我就修理你儿子，然后啊，把他哭的那个声音呢，就录成录音带，我每天寄检给你，我看你打不打。妈，不行啊，我会打，我说我一定打啊。嗯哦来，我放。好妈妈，你放心，如果他不打，我打，我保证。你保证？你是他的什么人呢、啊？我是他的朋友。朋友？毕成功啊？啊。其实你这个人啊，虽然看起来有的时候笨笨傻傻的，可是啊，还是蛮可爱的。我倒希望啊，你不是住在的朋友，而是住在的……哎妈，啊，哎，这个给你。干什么？孩子要吃奶粉啊。哦，你是怕我养不起你儿子啊？不是，当然不是，因为你还要照顾他嘛。照顾他要花钱，那我照顾了你20多年，这个钱该怎么算呢？好妈妈，我想他是一片孝心嘛、啊、这个孝心表示的方法有很多种啊，比方说我叫他做什么他就怎么做，那就是最好的尽孝方法了。妈，钱收起来啊。其实我觉得你妈很伟大，表面看起来好像她非常严厉，分析她说的每一句话，做的每件事情，其实都是为了你，所以我觉得她真的蛮伟大的。我也知道她全是为了我，尤其是我爸过世的早，我知道她对我付出很多，我希望将来我有机会好好报答她。晚安。晚安。对了，郝小姐，有事啊？我有个事情，我想先给你抱歉。什么事啊？因为你妈知道你跟我住在一起，她就找我出去谈话，然后又说我是那孩子的爸爸。我这一急呢，就口没遮拦，我就跟她说了孩子爸爸的真实姓名。你告诉她孩子爸爸是郭振强。我真的很抱歉。不要紧，不要紧。我知道你不是恶意，我不会怪你的。其实我不肯告诉我妈孩子爸爸是郭振强，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太了解我妈的个性了，她是一根肠子通到底，不到黄河心不死的那种人，你知道吗？她现在知道孩子爸爸是郭振强，她一定会想办法找到他的，也好好让她找到死的这条心。可是我没跟她讲郭振强的职业跟住址，我看你妈不一定找得着他呀。我妈花样多得很，只要她有心找，私家侦探、警察、征信社，她全都会用上的。我离家出走，一直不敢报刘顿户口，就是怕她找到我。可是郭振强不同，他是公众人物，又来不及防备，迟早一定会被找到。哎，我会这句话不该问，你跟那郭振强，只能说他年轻，看错了人。我父亲给我取名叫自在，我觉得取得非常贴切，从小我就活得很自在。郭振强虽然不是我第一个谈恋爱的男人，却是我真正爱过的男人。我们是在一个 disco 舞会认识，他能言善道，我很快就爱上他了。他告诉我，他这一生一世
只爱我一个。我立刻就抛弃了一切，跟他在一起。不到一个月，我才发现，他起码跟十个女人，在同样的地方说同样的话，而且做同样的事情。这男人跟畜生一样，你怎么不离开他呢？我是要离开他，可是那时候我发现，我已经有身孕了。我是想过要拿掉，可是我觉得孩子是无辜的，回家我又没脸。在怀孕期间，郭振强问都不问一声，管都不管我。自己的孩子都不要，根本就不是个人。他不是不关心，他根本就不要。从我怀孕到生产，他总共回家过三次，一次是拿衣服，一次是找电话簿，最后一次是良心发现了。不是，他喝醉了，记错地方，把我家当成是另外一个女人的家。天哪！你说这种人，我还会爱他吗？我现在对他完全只有厌恶，我根本就没有感情。如果不是你提的话，我根本提都懒得提。对不起，我不该对你提起他的。不要紧，其实你不提的话，我妈也是会提的了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我妈这两天就会找郭振强，然后再打电话找你。找我干嘛？找你啊，找你找郭振强。什么？台北市叫郭振强的有52个。那34岁以下的、35岁以上的除外的话，还剩几个？哦，有3个是学营业的。太好了，马上把资料给我送过来。嗯，找到，终于让我找到了。妈，你真的找到他了？征信社打来的电话应该错不了。万一找到他，你要怎么对付他？简单啊，叫他跟你姐姐合家团圆呐。嗯，万一他不认呢？不认，哼，他要是敢不认的话，我就把他给……妈，你不会是玩真的吧？那要看他了。如果他对你姐姐是真心的，我就不会玩真的。如果他对你姐姐不是真心的，我当然跟他玩真的。治理没落我，我这里有份资料，你看一看这个穿红衣服的是不是郭振强？哎，真的是他哎！好妈，你真是神通广大，你哪弄他那么多照片啊？我当然有我的办法了，只要有名有姓啊，随便跑到哪里，我照样找得到。哎，不过哈。你看这个郭振强长得流里流气的，我们家自在怎么会看上他呢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不过昨天我跟你女儿聊过天，她现在对郭振强已经完全死心，不可能复合，而且她希望您这件事情就此打住。就此打住？平白无故的给我女儿生了一个儿子，就平白无故的打住？哼，我们家自在愿意吃这个亏啊，我还不愿意吃这个亏呢。我绝对不会让他哦，随随便便就欺负我女儿的。你还去找他？嗯，我一定要找他。那这个资料上写得很清楚。嗯，他在风马夜总会当，这个英文怎样念的 ？DJ。DJ 是什么意思 ？DJ 是 Disco Jockey。啊。DJ 就是在夜总会放唱片，然后跟着这样跳来跳去那种。啊，我不管他了，反正他在风马夜总会上班。对。今天你下班以后哈，你来接我，我们一起去找他。你还是要去找他。你还敢来？我为什么不敢来？你们家开的是店，只要是客人的都敢来。
昨天晚上你差点害死我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害死你？我怎么害死你啊？你说你要跟我说悄悄话，结果你什么都没有说。你知道你走了以后，我妈来追问我，问你到底跟我说什么。我说你什么都没有说啊，她不相信，还以为我故意骗她。你这不存心想害我？哎呦，自由，我不是要存心害你的啦。你听我说，我昨天是有悄话跟你说，可是你老妈她在嘛，我怎么敢说嘛，对不对？我知道她现在不在，所以啊，我特别来跟你说悄悄话。悄悄话？嗯。什么悄悄话？你要听吗？要说就说，不要说就不要说了。说说，我也没说不说嘛。对哦，昨天你妈在呢，我是说悄悄话。今天她不在，我要正大光明说。志瑶，你是我见过最美丽的女人哦。你，我，志瑶，你不要误会我，我这个人一向实话实说的，我从来不说谎话。既然是说谎话呢，我都说不出口的。志瑶，志瑶，我请你看场电影怎么样？哎，我就知道你不喜欢我。算了，那我回家了啊。不是啊，是我走不开了。那你什么时候走得开啊？我不知道，我妈看我看得好紧。哎，看得紧没关系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们随时联络。你有空呢，我们就一起去看电影，怎么样？我妈找到郭振强了。他不但找到郭振强，还知道郭振强是 DJ。他知道他是 DJ， 他就一定会去找他。其实我真不希望我妈去找郭振强。为什么呢？我妈找他是为了我，出发点是不错的，可是用错了地方嘛。因为在我心目中，早就没有郭振强这个人。我没有啊！还说没有？万才怎么会那么久不来上班？我打电话来，你们说他不在，我现在亲自来这里了，他还是不在，不是你把他开除的，是我。哎，你林小姐，我怎么敢把他开除呢？他是我们公司的台柱，他不开除我已经不错了，而且本公司还决定下个月给他加薪水，我哪里敢开除他？哪里敢啊？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发誓，不相信你出去问他呢。去哪里了？他去，他出差，他到南部出差。公司在南部看中一块地，那块地的地主是毕成功，他爸爸的，姐姐的，妹妹的哥哥的爸爸。那不就是他爸爸的爸爸吗？你就是爷爷嘛！你好啰嗦，说那么多一大堆干什么嘞？啊，不，是他爸爸的姐姐的阿姨表弟。啊，你好烦好烦啊！我管你谁是谁啊，我只要知道毕成功什么时候回来呀、啊？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对呀、啊。哦，三四个三，12天。那么久？也许会提前，也许会提前。提前多久？那我就不清楚了。哎，林小姐，这样好不好？只要毕成功一回来，我立刻叫他打电话给你，一分钟都不耽搁。不对呀、啊，那毕成功到南部去出差，一定住饭店嘛。给我饭店的电话，我打给他。加。啊？他不住饭店，那个地主是他的亲戚，不准他住饭店。就算住地主家也有电话，几号？说。有。快说了。地主本来是有，后来这地主家失火了，房子烧了，电话烧了，没有电话了。住帐篷，住帐篷。这地主啊，他很省钱嘛，所以他帐篷要成功跟他一起住帐篷。那成功不是好可怜吗？哎，不，他很喜欢，回归自然嘛，他挺喜欢的。他真的喜欢？对呀、啊，他挺喜欢的。林小姐，这样好不好？
我们还开会，我会想办法让陈工提早回来。好嘛好嘛，记得通知我。一定一定。记得通知我。我一定一定通知你。别忘了。想男人想疯了。轮到他，我们再等一等，好不好？各位朋友，晚安 ，I'm Jimmy。就是他嘛，就是他。哎呦，他好像还蛮受欢迎的嘛。谢谢谢谢，对不起，非常的抱歉，我刚才。对不起，刚刚麦克风坏掉了，所以我现在换一个全新的麦克风。对不起，我刚迟到了30分钟，所以我现在会补足各位2个小时的时间，选播各位最喜欢的歌曲。Are you ready? Are you okay? Let's dance.这根本就是邪门嘛！走了，去找他了。现在啊？不是现在，什么时候啊？你等他休息要等2个小时呢。走啊！我来找，来找。哎！今天有事需要我帮你播吗？好，我要找那个郭正强。哎，就那个 DJ。哦，可以啊，我待会写个纸条，等他下场，我弹给他。啊？我现在就要见他，现在就要见他。可他现在做节目啊。我有急事要找他，而且是关于法律方面的事情哦。我要告他诱拐未成年少女，如果他现在不来的话，他明天可能就不用出场了。那这样，两位你到贵宾室前好不好？就这间，我待会带他过来。好，谢谢你啊。这边请，谢谢。Enjoy。你们要控告我？请问是谁要控告我？啊，不谈什么告不告了，我是来找你讲理的。请问你是？我是郝自在的妈妈，我们郝自在为你生了一个儿子。你就是为了这个事情来找我？他替你生了一个儿子，儿子也是你的，你总应该去看看他。是啊，郝太太，你知不知道我在外面生了多少？如果我每个都去看的话，我一年也看看。啊！你这是什么话？你既然不爱他，你为什么要花言巧语去骗他？是啊，你也没有办法。谁叫他爱上我呢？谁爱我，谁就活该倒霉。哎，
顾景祥，你外表看起来不错，你心里怎么这么坏呢？我就这个样啊，我也想不开。没有办法，你能把我讲？你不要高兴，我要找来记者，我要揭发你，说你是爱情骗子。这位先生，你以为你是谁？你把我当作是谁？我没有什么新闻题材可以炒的，记者对我没有兴趣的。我不妨告诉你们，连这家的经理的老婆都是我的女朋友。你去告诉经理，看他是会相信你呢，还是会相信我。你会有报应的，你。不好意思，骗人的啦，我去放音乐了，慢慢坐，啊，慢慢聊。我忘记了，好在已经超过18岁了，你告不了我的了，不要唬我了，拜拜。你，哎，王妈妈，你不在，在那个没收拾的东西，我跟他拼了。好，你是不是陪我妈去找郭振强啊？哎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刚打电话回家过了。假如说你们10点钟就出去了，我就猜想你们一定是找郭振强，对不对？没错，猜对了。结局怎么样？是不是很惨？惨啊，惨得不得了，简直就是惨不忍睹。哎呦，我妈把他打了。哎呦，你妈一个人打他也就罢了，20-30人一起打，你说惨不惨？真的，确实是很惨。哎。为啥被揍了？你好像很高兴，一点都不关心他。干什么？我现在就把他当作陌生人呢、啊。他是生是死，关我什么事啊？我开心的是，我妈终于死心了，她不会再逼我找孩子的爸爸，你知道吗？这倒是蛮有道理。我看了，别说找他，连看都不想再看他一眼。这就是我开心的原因啊！哎，怎么办？我现在开心的有股冲动，哎，我想出去疯一疯，怎么样？你想怎么疯？Just one chance in your life to find a love that's yours completely. I made only one mistake in my life the day I let you leave me. And if I search the whole world over, I'll never find a love so right. Hang on to love when you find it. Never waste your golden chance.妈，那郭振强真的这么坏啊？哼，他哪里是坏，他根本是毒啊！现在就算你姐姐愿意嫁给他，我都不会愿意了。我最气不过的就是，你姐姐当初怎么会看上这样的男人呢？妈，爱情有时候是盲目的啦。嗯，你姐姐已经给我盲目一次了，你千万不要给我再盲目一次啊！等一下，我来接。喂，祝由祝由，你叫得这么清，到底是谁啊？喂喂，哎，老屁股回来了，今晚计划就有泡汤。打电话来的那个男的是谁啊？是我听那个声音啊，好像很熟啊，是纯龙是不是？他找你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他是打电话来约我，要我出去，可是我都没有答应。这样就对了，你要记住啊，不管他用什么样的理由约你出去，你都不要答应，知道吗？哎，刚走了一匹狼啊，又来了一头虎啊。志在，奇怪，这么晚了还没回来。堂哥，他，哎呦，堂哥也没回来，他一向很少晚归的嘛。喂，这么巧，两个人都在。喂，
们两个会不会在一块儿？你说，陈坤一直在台北，没有去南部。他天天在台北啊，而且，而且什么？而且他还跟一个女人在一起，那个女人还住在他家里的。毕成功，你想要人财两得，我要你人财两不得。你们都见过了好妈妈，计划怎么没成功呢？你们不是说计划完成之时就是土地成交之日吗？怎么没成交呢？我们照计划去泡好妈妈的，但结果你们那个是什么计划？什么狗屎计划？泡妞年纪要对称，去泡好妈妈，你们不等于去找个妈妈啊？怎么呀，简直荒唐！你们呢？我们的计划是耍流氓，逼好妈妈签约。这个计划虽然不太高明，但有的时候还有效。你们耍了没有？耍了，没成。为什么？好妈妈认识所有的角头啊，大头啊，而且他以前啊还是个大角头，都够苦窑了。这么难搞啊？那你们都失败了，我们所有的希望都放在毕成功的身上，可是毕成功泡的是他女儿，就算泡成功了也不见得好妈妈会把那块地让出来。我看只有我牺牲色相。不懂，你要裸奔啊？哎，那不行，那么妨碍风化的。是啊，我哪会裸奔呢？我牺牲色相，我去泡好妈妈。副导，行吗？这个20年前，台北有一个很有名的台北之狼，听说过没有啊？没听过。哎，好像跟你一样。我听说过。那就是我。不会吧？台北之狼20年前就给枪毙了？对呀，枪毙了。你们说的台北之狼啊，是色狼的狼啊，那不是我，我是台北之狼。情郎的郎，那是我。你们知不知道那个时候有多少女人为我疯狂啊？多少？明的就300，暗的不用说了。那时候只要我打一个喷嚏，就起码有100多个以上女人感冒。我知道，流行性感冒。不是流行啊，是传染。所以呢，我一出马，好妈妈呢一定会拜倒在我的西装裤底下。谁叫你们通通都失败了？这我只好当仁不让。散会。林小姐，你又不欠他什么，每次让他这个样子来，他生意再大，我们大不了不做嘛。对嘛？什么东西不做嘛？拿手打气呢？不，生意不能不做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因为啊，他的哥哥是我们公司董事长，他是董事长的妹妹，生意不能不做呀。鲜花一束，祝福无数，仰慕者。这个花谁送你的？我不知道。你会不知道？你每天在店里看店，送花的一定是熟人，谁送的呀？是不是那个成龙啊？我真的不知道啊。我不管你是不是知道，反正我告诉你，会送鲜花的男人啊，表面上看起来很浪漫，可是实际上啊，就表示这个人不老实不可靠。就像一只哈披着羊皮的狼，你知不知道？最好不要理他。
送给我的，是给你的。给我的？你看啊，郑小姐鲜花一束，祝福无数。我不姓郑啊，我姓郝啊。那上面写郑小姐，就表示是你的花。真的是送给我的呢。好，有眼光，有情调。妈，你刚不才说送花的男人呢，就像披了一层羊皮的狼，都不可靠的哦。那个是说哦，如果送花的人是太年轻的男人的话呢，那就不可靠了。但是如果送花的人年纪比较大的话，那就表示他很成熟了。老公啊，想不到你还来这一趟制造气氛。送花的日子，啊，今天是你生日啊？哎，不对呀，你上个月才过的生日吧？我，阿豪，这个花是谁送给你的？这个花是谁送的？谁心里有数？老公啊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一个大男人呢，敢爱就要敢说。过去我是知道你对我有意，但是我没有想到。你会用那么文雅的方式来表达，正好小姐，鲜花一束，祝福无数，仰慕者众。鲜花一束，祝福无数。老公，你用的字真好。哎，阿豪，你真的以为这鲜花是我送的？不是，你是谁啊？老公啊，你的脸皮薄啊，但是我这个人的个性啊，我是直来直往的，我不会笑你。还真香。收拾起行囊，告别你我。